开档的话，没有，我刚刚执行 NotePay 啊，有没有？然后如果要开某个档，你后面空格就可以去执行，也就是某一个程式去执行开启某一个档案的话，然后 Excel 也可以嘛，某一个Excel 你 Excel 路径嘛，哦，跟他讲一下，然后空一格去开启哪一个档案，或者是说某一只程式执行什么动作也都类似了哈，就传一些参数嘛。我想应该传参数，哎，Windows 键加 R 嘛，其实就等同是在这边做一些事情一样。OK，你反正在这边输入就等同在这边输入嘛。OK，所以以后这边能做的，这边也能做啊。比如说我这边执行，哎，你会发现它就自动帮我把什么把 O 给打开了，有没有？哎，就呼叫 NotPay 帮我把 O 打开了，哎，就这样而已。哦，所以其实这样还蛮好用的。有些东西其实如果你要外部呼叫的话，实在想不出好方法。用这一招就好了，所以这一招延伸性还蛮大的哈、哦。后面如果你会写 P 字档的话更好，你要执行一个 P 字档，不过背后都是旧的东西，表面是新的，其实后面都是旧的。啊，其实我们以前很喜欢这样用，因为有的时候说真的，新的东西还没用熟，旧的比较熟，所以把新的跟旧的混在一起，啊，表面上是都是跑新的，但实际上背后都是旧的。哦，啊，其实很多那种比较资深的工程师哦。都是这样在弄东西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它都是新的啊，可是你们学的都全部新的，旧的你全部几乎不太懂的话，反而就是你们的罩门。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哦，新进真的只会新技术，旧技术一无所，不是一无所，很多都不太知道。但是现在你产业用的东西，它可能延续了几十年的东西啦，你不可能说它一下太换就全部太换，全部换新，不可能的。一定有旧的，而且里面可能有很资深的员工，可能待了20几年的、30几年的，可能快退休了，对不对？那他东西绝对都不会更新，而且他们有一种情况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你问他可能会装傻或怎么样的，有可能啦哈。当然也有好人，不过大部分都是坏人比较多。啊，如果坏人呢怎么办？他不告诉你，你怎么办？你就只能还是自己要想一些方法去找一些答案。但很多东西其实可能你要找也找不太到答案，因为那些技术已经几乎没有人在用了。像这种 DOS 东西啦，哦，以前的话我们是用每天都在打这程式，对不对？那现在很多人根本不用了，可是它还是存在哦。Windows 的核心都是用这些很多东西可以 run 嘛。OK，那你倒不如就加一个 OS 点 system，哎，就可以执行。类似像这样，NotPay 后面一个路径就 OK 了，非常简单哦。我觉得有些事情哦，尽量还是能简单处理就不要复杂化。很多事情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去跟厂商谈的时候，我尽量都讲越简单越好，他们很喜欢。OK，反而我讲得太复杂，他们听不懂，他们就不喜欢。OK，所以其实有时候找对的人哦，真的事情就变简单。你找不对的人，好像什么事情越弄越麻烦，越复杂，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就好像事情变得很多很多，永远做不完的感觉，哦，所以其实，啊，当然现在企业当然很喜欢用那种对的人嘛，对，所以你要很清楚明白告诉他说，你这方面是非常在行的，那怎么样去证明？很简单嘛，你拿出有没有一些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的话。就像昨天有一家厂商找我去哈，希望我能够去帮他们上课，在台湾蛮大的一间电信公司，路边都看得到。哦，OK，好，说，没有，台湾资金比他小，中国电信，中华电信比他大。这是中国电信四川。对，哦。老师，为什么你不能直接公布这个？那不好意思嘛，你要问我。没有，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后面哦，可能有一些题目要各位回去练习的。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有春假嘛，哦，所以下礼拜不上课，所以会多给各位几题练习题，啊，然后太多了。我还没出啊，我们下周开始要那个春假回来要开始期中考。对，我知道了，我不会给我还没有讲了，我没讲哦，没关系。反正我给你各位的应该都是你们能力范围之内的啦，啊，而且就是你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就好了，
然后把它大概做一下啦，我在成绩上面不会太为难大家，但是你至少要让我知道你有在动嘛，然后有在做。所以我们最后呢，期末的时候呢，恐怕你们现在练习的东西就是你的 workspace 哦，到时候要缴交哦。OK， 所以请各位自己先存起来，最后一次再缴交，这样应该 OK 吧？如果前面没有存好档的话，那自己再把它把前面的补上就好了。OK 哈、那接下来请各位开启那个证照考试的，因为这个地方可能会我们会针对那个你们就是春节然后斟酌给一些斟酌给一些题目啦那不过有一些我们待会练习。那请各位开启那个云端上面有一个就证照考试的第四类。第四类里面的话先看一下401题。401题其实这一题非常简单。那第一个请各位先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先复制存一个档。存档名称的话也许就是在这边叫 A401， 它是一个 TSD 的档案。不过特别重要，我这边有另外开一个专案这个专案可能就是针对那个证照，我把证照跟上课题目分开来然后呢，这边的话呢，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把它开起来，直接它题目是怎么样呢？题目是希望帮我判断这些数字里面哪一个最小。其实程式只有三行，非常简单你千万不要写太多哦。所以执行。真的只有三行，所以它其实就很简单嘛。第一个，你先把档案先建立起来，对不对我们要的就是把这个档案开起来之后，放在串列，然后用 mini 就可以判断哪一个最小了。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把画面先帮你说一下可以吗？401，所以请各位试一下。401的话因为它本来是要我们用输入的不过我想说把它改一下，把它变一个档案好了。所以你把那个上面有十个数字贴到一个档案里面，判断哪一个数字最小，甚至判断哪一个最大